在切菜啊，对啊，今天菜比较多啊，切比较久啊，对啊，那个鱼要切啊，寿司要做好啊，你有看到我瘦，这要长期锻炼下来的。拿着两把西瓜刀，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，来回连砍了三天三夜，是血流成河。可我就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一眼。